会有就是会抽里面的一些介绍的部分，让大家就是去做演讲征答。那我这边先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的女仆咖啡厅呢，我们的位置是在高雄市三民区生源二街六号。那我们那边的话，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方便，我们那边有一个捷运站是后裔捷运站四号出口，是后裔捷运站四号出口哦，要记得哦。对，那我们那边的话，其实就是我们从下午一点的时候就会下午两点的时候就会开始营业，那一直营业到我们的晚上凌晨一点。那我们的时间分段的话有分三个，那它是有五金池，然后还有戏之间，还有晨曦课。那我们的那个五支持跟戏之间有卖下午茶跟甜点，我们有柠檬甜蛋糕，还有巧克力蛋糕，对，还有生乳卷哦，我最喜欢糖霜蛋糕哦，我真的很喜欢，就是那个柠檬糖霜蛋糕真的超级好吃的。我们还有柠檬塔，它就是塔类型的那一种小蛋糕，但是它酸酸甜甜的，然后它的也不错哦。来，很推荐大家下午茶时间可以来我们这边吃吃我们的蛋糕，然后还有喝我们的饮料。那我们那边的话有卖咖啡，还有跟气泡饮。我就觉得我好喜欢喝我们家的拿铁，我觉得拿铁超好喝。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可可欧蕾，那我们也是有泰式奶茶，我自己也觉得很赞。超赞的，我真是喜欢喝奶茶的部分。那我这边就是问一下大家说，大家有看过我们店的看板娘的吗？有吗？我们咖啡旁边有摆着我们的看板娘，我们看板娘的名字叫做莉莉丝，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的看板娘合照哦。那也是只要有来我们店里消费，然后有点到特条，我们就是会送莉莉丝的杯垫。好，那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店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，是我们二楼有飞镖机。我们二楼是飞镖吧，如果有喜欢丢飞镖的主人们，你们可以到我们店里二楼去玩飞镖哦。那我们店的话就是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 logo 长怎样吗？有印象吗？昨天有说到哦。对，或是你们有拿到我们的名片了吗？我们名片上其实也有，如果不知道，那等下结束后你们都要去我们摊位拿名片哦，记住吗？记住，我们的那个logo 上面是有一只动物，那只动物的话，我昨天有说过，然后它是一只狼的样子，但是很多人会把它误会它是猫咪或是狐狸，也有狗，大家都说是狗，狗头才不是，它其实是一只狼。对，因为我们是来自天狼星的嘛，那我们莉莉丝也是算是狼族的身份这样子。那我这边看一下我们的店，目前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开始我们的有奖征答的部分，有没有很期待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真好可爱。昨天有问过的题目，今天不会重复，所以其实就是今天是新的题目，这样不要太紧张啦，都是一些基本题啦。对，对啊。那我这边就是来问我们的第一题的题目。那我们第一题的题目的话是兑换我们的拍立的上一拍的兑换券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店的二楼有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要数到二。慢慢来，不要激动，各位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穿白色衣服的。哦，对，恭喜答对了。那等一下就是我们结束后，直接帮我们到我们的柜位 ，OK。好，那我们来问下一题的题。那下一题的题目的话，也是兑换我们的上映拍的兑换券。那这题题目其实刚刚我有说过，然后也非常简单。那这个题目的话是我们店的 logo 上面那只是什么动物？我要数三二一哦，好，三二一，好像都一样快哎，还是对的，我再一次、啊，好像一样快，好，三二一，好，那个黑色衣服的，
择一份。那这个的话是有一点点稍微的难度，但是刚刚我也有说过，那请等一下帮我把答案完整的说出来给我听就可以了。要大声念出来哦，说出来。好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店的甜点贩卖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你们怎么看起来都很茫然？茫然吗？好，偷偷提示，就是我们要两个时段，对，也可以查作业啦，可以去查一下，可以猜猜看是哪两个时段呢？因为我们总共只有三个时段而已。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我刚刚有说三个时段，那三个时段的哪两个时段？有人有听到吗？大家都在翻书。有吗？有没有找到？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准备要倒数喽。好，那我要喊三二一喽！三二一，英雄，好，英雄你说。啊，不对，有两个时段，你要回答我哪两个时段？我们有三个时段，有三个时段，我有三个时段，是哪两个时段？哦、no。你要回答我哪两个时段？还有嘞？啊，没有错耶！就是五知识跟四之间。对，没有错。好，那我接下来问下一个问题。我们下一个问题的话，也是我们的奖品，是我们的生写真的部分。那这个的话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点。那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店附近的大众捷运交通方式是哪一个？是什么捷运站？是什么捷运站？好，我要数三二一喽！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题很简单耶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好，我要开始倒数喽！三二一。好，那个咖啡色衣服的。哦，没错耶！没错，超棒的。就是捷运后一站四号出口附近哦。只要出来，然后转个弯就到了。对，就是出捷运站，然后十秒钟就到了。好，那我接下来要问下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问题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回答完整。那这个的问题的奖项的话是我们的 VIP 卡，我们来店消费的话只要满150元就会积一点，那我们集满40点才能换一张 VIP 卡哦，很难得哦，很难得，你们就可以直接拿到耶。好，那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我刚刚有说过，我好像讲了两次。那这个问题的话是我们店的地址。你很快，但是我还倒数。OK， 好，那我这边要来喊三二一哦，预备备，三二一。哎呀，什么的，还是他，来来来来来，请说。好，勉强算你对，是二阶啦，是二阶。那你下次要来，我要看到你哦。哎，对，没有错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所有的奖品都赠送完毕了，希望我们就是能够。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就是在店里面与你们相遇，希望你们下次可以来我们店里玩哦。那最后再稍微宣传一下，我们摊位在左边那个比较多桌子的，那我们今天有贩售手工的饼干，那个我们的特调饮料，特调饮料超好喝哦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有一番赏抽抽乐，如果有想要玩的主人们的话，可以过去玩我们的一番赏抽抽乐，耶、yeah! ！最后要记得他是谁？我是谁？哎呀，啊、他是谁？哇，好赞哦！今天非常感谢你们，谢谢。
有摊位的部分哦，所以等一下呢，现场的朋友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现场跟他们聊聊天，看一下他们的商品啊，跟千万别忘了呢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亲自造访他们的店内哦。